次对韩国都被打爆。超敏感话题，小小过 hold 得住吗？千金砂，千金砂，就是我专门弄千金的。爱钱爱钱呐、啊，那我女儿以后小心一点。对棒球耽误的综艺咖来啦，国光帮帮忙去上课慢了来改版第一季，请来台湾之光棒球国手不死鸟郭宏志，主持人们火力全开，没想到郭宏志什么梗都能接。你喜欢韩国人吗？啊？敏感，他是韩国留学生。为什么你每次对韩国都被打爆？你看到他你会害怕吗？不会啊，还好。因为我们之前在美国，我也交很多韩国女朋友。哦 ，nice， Dodgers 嘛，对 Dodgers。那日本呢？不好打。他长得很像大谷翔平，有吗？对。Ohtani， 修黑。不是，你好丢脸哦！你说大谷翔平，他看我还说有吗？是谁？我们知道你有一年啊，在大联盟啊，嗯，那因为你是投手嘛，对，啊，你打全垒打。嗯，你什么感觉啊？感觉就很爽啊！我打击一直都很好，那是因为我的投球又就是钱投球钱比较多了。场上全垒打跟私底下全垒打哪一个比较开心？私底下全打问你啊，那问你不是私底下比较容易打全垒打？那私底下比较容易啊！我以为你都上二垒而已嘞。对对对，你的棒球生涯开过很多次刀，每一次都是开手的吗？没有嘞，我有开那个的嘞，下方的嘞，下面的，下面的，不是割盲肠不算哦，割薄皮。我之前打球的时候有巨鸟症。哦，巨鸟症就是小鸟飞过去我们会怕。哦，懂了，巨鸟症。想要回到小鸟的感觉。我是开了一个他自己觉得尴尬的玩笑。今天这老司机来这，是说郭宏志响应韩国九成现在。面对韩国，击败他。哎呦，哇啦啦！这是。太棒了吧！比完你不是说来击败吗？像我们就是不要服老，不要被老击败，好不好？真的有在看综艺节目。一开始。是左手的吗？对啊，我想说还不需要用到左手。老师。